那个就是，就是，哎呀，就是人就只有长大一途嘛。那有时候就是过，就是怎么样啊？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去看，就是之前这些朋友或同学或什么的，那就觉得哎，现在都在各自的生活里面过得很好，那这样就是非常好的。那并不表示我的日子过得不好，没有，就是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不觉得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特性嘛，他就是会，假使你今天跌倒或者是失败或什么，但是你就是会还是想要往前走啊，所以我们有那个驱动力。所以，但是其实有时候怎么讲，我们在往前进的途中，就是回头看，就是那些记忆都还是在那边，那就是可以很美好这样。唉，今天的心灵开始没有很成功。跑步的时候有没有？一开始跑的时候啊，都是最轻松的。可是你要跑长途的时候啊，你才会发现要跑的长比较难的，因为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心理的障碍或者是环境的障碍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虽然是说什么，哎，怎么重回90年代哦？那当然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初始的时代。但是现在其实这个怎么讲？但是我的目标是那个可以继续跑长一点，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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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应该会有欢呼声。虽然那个今天是啊，对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几次有机会，好像是去美国还是去加拿大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坐那个朋友开的车啊，不是刚刚那个朋友哦，就是听到那个广播电台啊，他们现在已经有分类分到说。90年代的怀旧电台，可是他放的是 grunge， 就是像那个 Nirvana 那一类的。然后我就突然一惊，想啊，什么时候 Nirvana 已经变成怀旧的电台那个电台类型了？对，但是我没有在怕，因为你知道 Nirvana 虽然是一个已经怀旧的一个经典，好了，对，怀旧的。但你知道里面有一个人叫那个谁吗？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鼓手啊 ，Dave Grohl。对 ，Dave Grohl， 他现在就是，他现在的 Foo Fighters 就是一样继续蓬勃发展啊。我一直就是说，我也要像 Foo Fighters 一样。所以你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三个人的那个造型发型，就是 Foo Fighters 系列，没有啦。重点是，就是对，就是虽然说，哎，那个90年代啊，或者是。怀旧也是很酷，但是我的目标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在那个，在那边的。好，讲完了。Yeah.
是时候。